我哋就 OK， 我介紹我自己先啊。OK， 我係 Annie， 我係 Shirley。OK， 今日咧我哋開呢個 live 咧，其實就係想俾大家分享一個好 surprise、好 surprise 嘅一個見證啦，係關於 Shirley 嘅，係一個即是嗰個子宮瘤啊。是一個子宮瘤的關於 Shirley 的，所以我就今天就跟她約了時間就幫她做一點的訪問，那就給大家聽一聽她的見證，真的很厲害的見證。 OK Shirley， 我想問一下你啦，你又怎樣發現你有這個瘤的子宮瘤啊？即是 fibroid， 你怎樣會發現的？因為我買 insurance， 那 insurance 就看到我去叫我去 check 我的 pelvis。 OK， 那一定要 check， 如果我是怕 insurance 不到嘛。 OK， 那我就去 check 我去我的 pap 那些 BP 那些 blood test 那些做 ultrasound， 去 confirm 了是有兩個 cm 幾。哦，那樣當時你就嚇到咯。是啊，我嚇到，跟著 我就有 second opinion 咯，我走去我的 gyne 咯，那我就去去 check， 跟住 confirm 仲大過兩個事。即係講，如果你唔係買 insurance， 你就唔會去 check 嘅，係因為你要為咗買 insurance 就去 check。咁嗰陣時，第一個佢就講你已經有咗係兩個 cm。After that， 你又走去 scan 嘅醫生嘴，所以佢係咪證實真係有啊？係啊，兩個四個 cm。四個 cm， 哦，四個 cm。咁樣你可唔可以 put 俾大家睇？醫生講你有四個 cm 嘅嚟。所以這個就是Shirley 的 report， 她11月她走去那個醫生那裡 check， 所以我吞那個鏡頭給你們看她 report 比較清楚一點、啊、你等等。 OK， 她這裡呢就已經寫著是11月 OK 2017， 看到那個日期沒有？你來手指讀一讀那個日期給人看。 OK， 看那個日期、啊、OK 之後她這裡已經有一個證實是多少、啊4.3 cm 嘅，啊 fibroid， fibroid 系4.3 cm 嘅 ，OK， 嚟我哋轉翻個鏡頭，翻轉頭啊 ，OK， 所以咧係咪咁樣？當時你聽到咗之後咧，你咪即係好擔心你嘅問題咯，係啊，哦，咁樣醫生點樣同你解釋有咁嘅問題咧？咁啊 ，normally 我聽人哋講咧，呢個係個 common 嘅，好多女人都會有嘅，但係又聽過人哋講。啊，飲可樂即會導致我哋女人會有呢啲咁嘅嘢嘅喎。我係有問過 doctor， 咁 doctor 就幫我講，叫我唔好飲可樂啫。之前我已經飲咗可樂啫好耐咗，但係我飲呢個牌子飲咗兩年，佢叫我唔好飲，但係我又唔捨得放棄。咁呢個佢叫我三個月補翻去再 check 嘛。咁我呢三個月入邊我都冇試過放棄飲。嚇，咁樣你咪即係我你唔認命？係。咁醫生已經 away 叫你停噶咯喎，咁你仲繼續飲啊？呢三個月？我繼續飲咧，點解？我諗到我已經有咗響個身上咗嘛。咁啊，如果我停咗，我又唔可以證實到呢個 collagen 可唔可以對我個身體或者有冇影有冇害到我個身體？咁我就飲到呢三個月入邊，我就做翻去 check 咯。OK， 即是醫生叫你之後三個月到回去 check，但是醫生又 advice 你最好這三個月裡面你停了你的 collagen，但是你就覺得想飲，那你不擔心曾經你 4cm 變 6cm 或者最大呢？這樣之前我都有想過我驚喜大的，但是我想到如果我都是開刀拿出來，那我要證實看是不是真的。你是有計劃是要去推刀了的，所以我挪運了，我心想哇你這麼厲害，他很厲害啊，醫生叫他停他沒有停，但他依然喝了三個月的 collagen， 所以原來他是有 planning， 如果真的三個月後是繼續個 cm 可能六個 cm 的呢， Shirley 是有打算去割了他的，所以他就沒有停了他 collagen， 他繼續喝啦，所以 OK 你繼續喝，你繼續喝，喝了三個月之後你倒回去幾時你倒回去 check 呢？三個月後即幾時倒回去 check？三月咯，三月到翻去 check， 即係呢個月。啊，呢個月六號我到翻去 check。你有冇咁樣你 check 咗之後，你嘅 result 係點樣樣嘅咧？我嘅 result 就係零咯，冇 no fibroid， 冇曬，冇。點解咧？我係仲有之前我仲有著一條健康褲嘅，咁樣嗰個健康褲係排我哋嘅 blood circulation、water retention 嘅，我已經係著咗好耐嘅 water retention。但係。我認為是應該我穿這個健康褲給我的 blood circulation。 你意思是說你 collagen 一直在喝
咁你就呢、這個期間你都有著咗一件健康褲，咁、幫助血液循環嘅，幫助佢消水腫嘅。OK， 咁之後三個月後，即係講三個月後，即係講呢個月嘅三月，你就去 check 翻個 consult 翻個醫生啦。咁個醫生又幫你講你嘅水瘤，你嗰個腫瘤冇咗，子宮瘤冇咗，有咁 surprise 冇喎？係啊，嗱，呢、okay, 個係我嘅 report 啦。所、so, 以 OK， 我都想 show 下大家佢嘅 report。OK， 呢個係三月嘅 report 嚟嘅。OK， 我轉一轉個鏡頭俾大家睇下。OK， 嚟，我哋照樣係睇翻個日期，睇到冇？嗯。你先睇到。OK。三月。幾多幾多號啊？六號。即係幾日前你去啦？啊，幾日前 ？OK， 咁樣樣咧？呢個肺骨冇咗。哦，真係冇咗啊！係。冇曬咁。OK。我覺得好神奇咯，係嘛？咁你嚟仲有冇咩最 book 啲嘅 ？doctor 嘅你 ，OK， 你佢仲有我 doctor 嘅 report， 佢仲有一個佢仲有一個 report 已經證實咗。呢度寫字 no fibroid。OK， 即係 confirm 係冇咗啦。哇，真係好犀利咯！講真 ，OK， 我轉翻個鏡頭翻翻轉頭先啊。OK， 依家 Shelly 咧，佢就已經有 book 咗佢 before 同 after 嘅 result 啦，即係講三月後，即係三月六號，三個月後佢去 checking 咧，佢嘅嗰個瘤真係冇咗。咁佢就個意思就講，響呢個期間，佢又著咗一條好神奇嘅健康褲啦，因為好奇怪嘛，佢根本冇去 stop 任何嘢，即係鈣麗珍佢照飲。佢由當平常咁樣飲食，冇去改過任何嘢，啱唔啱啊？照樣係咁樣行。But 你去 check 嘅時候，薩特利就冇咗。係啊。OK， 咁樣咧，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知道你嗰個所謂嘅健康褲到底係響邊度買翻嚟嘅咧？即係邊度買到嘅呢、這個健康褲係邊度嚟嘅？其實係日本嚟嘅呢個健康褲，我已經係著咗幾個月咗嘅，但係都係幫助到我獲得嚟啫，因為我好中意飲酒啊嘛，好、okay. 多水分。OK，、你係買嚟消水腫嘅。係消水腫嘅。OK。之後幫助血液循環，但我係因為幫助血 blood circulation。嗱，而家我見證到 collagen 係我飲緊呢個牌子係唔會影響到我嘅肺骨，跟住而家又有幫助到我係呢條褲，咁樣我係 share 俾大家咯。哦，咁樣啦，所以 OK， 因為我覺得好奇怪一樣嘢啦。正常啊，呢啲咁樣嘅瘤咧，通常如果真係大咧就真係要去割嘅，但我冇諗到 Shelly 會響呢三個月咧就乜嘢都冇做，佢淨係著到呢個健康褲，大家 call 咧將佢係照飲，所以佢都會冇咗呢個瘤啦。所以我想知道你可唔可以俾大家再知道更加多關於呢個褲可以點樣？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嘛，同埋呢啲咁樣嘅嘢啊，好似。今日第一，我哋嘅目的做呢個 live 咧，係希望係幫助更加多嘅人啊。Because 我覺得呢個瘤應該好多女人都會有嘅。醫生係講好正常嘅，好對我哋嚟講咧，我哋係咁樣嘅。OK， 因為我係幫多啲人 share 呢個我自己本身咁樣經驗，係其實係 OK， 大家分享咯，即係講俾你哋知道有咁嘅肺骨咧，最好係著嗰個健康褲，好，而且係。點樣講啊？positive 啊 ，positive，OK，、okay. 最緊要有積極去做。咁樣依家你冇咗呢個瘤之後，我可以想知道你心情係點樣樣啊？哦，開心到好多。如果唔係，唔使俾醫生劏一刀。OK， 其實我想知道你其實真係你好犀利，因為你講到你三個月照飲，我覺得如果俾我，我諗我都應該唔敢飲。因為我已經飲咗鈣麗珍好多好多年嘅，之前係食嗰啲鐵粒嘅，但係。鐵骨又有乜嘢都有，但係我兩年入邊飲鈣麗珍，我真係俾我嘅皮膚啊，我嗰啲黑片咁樣呢樣嘢，所以我明顯睇到，我維開三個月入邊，如果我 stop 咗唔飲啊，我覺得好似對唔住自己咁樣啊，因為已經係有咗係肺骨已經係響你嘅身體咗，我都愛 challenge 睇。如果我真係飲到氣會增加大咧，咁樣我會考慮下啊，鈣麗珍真係對我哋女人啊，我會。stop 下或者慢啲飲啦，唔會好似日日飲咁緊要啦，即係大家 share。事實證實係冇啦，壓得三個月都冇問題啦，甚至都依家都冇咗啦。